片开始前，麻烦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通知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巴夏查克爸爸。今天呢，就要来跟大家测试一下造型洗练卷。如果100抽的话，可以洗出什么样的属性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帮大家实测一下。先让大家看一下哈，我目前洗的角色呢，有这个集训赤木。那目前集训赤木已经抽到了弹跳加四，篮板加二。那抗扰加一是比较没有帮助的属性。那另外一只呢，就是光头樱木。光头樱木的话，目前洗到的是篮板加四，还有中投加一。啊，这个也是还可以的。然后还有一只板脚是这个老花型，老花型目前洗到底还可以用哈，中投加二，篮板加四，超节加一，这个就还可以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查克爸爸目前这几只洗练出来的球衣啦。那今天就想来跟大家分享实测，看看这100洗能洗出什么样的数值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222。111，没有四跟五，我们都哦，传控加五，没有用的属性啊，跳过。镜头加四，传控加三，哇，真的爆难洗的啊！抗扰加四，力量加五，哎，天哪！目前这个版本力量是比较没什么用的，但是保存吧，保存这个力量了，好不好？先保存起来，那剩下的干扰跟超节。我们有六个卷，不然这样我们有六个卷，我们来洗看看六次好不好？超节干扰，镜头三分，抗扰三分，篮板扣篮先换，至少有篮板，扣篮加二，抗扰加三，哎，没用啊，好吧，我们。力量加五扣，我们剩下，我去看一下，啊，不然我再洗十张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再洗十张，好不好？我先来买十张锁定券，这真的超坑哎、欸！还有没有锁定券？好，15张锁定券最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钻石的了嘛？好，15张锁定券。来，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我们把力量锁起来，我们还有15张锁定券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能不能洗出个篮板跟弹跳，好不好？篮板弹跳加五，好不好？我们。祈祷一下，看查克爸爸能不能欧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喽！镜头扣篮，哦，篮板加三哎，先保存起来。那因为只有加三的关系，所以我先锁力量加五就好了。我先锁力量加五，然后把这13个继续洗，好不好？传控扣篮没有用，干扰主攻没有用。三分超节扣篮三分，镜头扣篮三，哇，中投扣篮，哇，剩5个了，祈祷一下好不好？剩3个了，剩2个了，最后一张了，来，扣篮三分，好，我们就保持着篮板加三。力量加五，这样子的属性好不好？这样子的话，我当前属性是力量加三，我就不需要了、欸。这个的话要不要改啊？改成篮板、啊、我把它改成篮板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
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套属于球衣的属性，我就留在篮板加六，上篮加一，力量加五这样子。好，那剩下呢？来，剩下67张券，我就来洗这个集训赤木，好吧？洗给大家看。没有加五以上就不停了哈。篮板加四，篮板加四，肯定要加一。哇，不留。弹跳加三，继续哈，我们继续来上篮加五，继续55张，扣篮力量抗扰22123112123331，哇！按一按就15张就没了，剩40抽。空力量，三分力量镜头，按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抗扰，中投加四，爆难洗哎。爆男上篮加三，有没有很烧？有没有很烧？这个真是劝退啊！这个真的太劝退了！天哪！篮板加二，弹跳哎，弹跳加四，篮板加二，扣篮加三，这比现在这个好哎！先转成过来。继续，最后14张咯，最后14咯，最后6咯，4 3 2 1 0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继续送你们大家一个阿尼亚的表情吧，因为我也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结论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刚刚是112张啊，我们成功的把一个属性换成加三而已，还有把樱木的洗到了一个力量加五跟篮板加三哈，就这样，我觉得这个。真的很劝退啊，那我们就